第十七届新加坡Bioskin最佳造型奖得奖人何维健。 Male artist is. I hope it's him. 因为如果他上台来的话呢，我们站在一起很像我们结婚。第十七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。 我在入围的时候，我就其实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奖，所以呢，感谢唱片公司，然后还有感谢 Yes 933，还有就是我知道很多歌迷，这个就是投票的一个项目，所以非常感谢歌迷就是投票。 还有，好像我其实也知道海外的歌迷有在投票，所以我也觉得你们辛苦了，因为你们就是也找到一个方法投票这样子，所以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我会把你们每一个给我的支持，把它转成力量，然后得到更好的成绩，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像我们很多新加坡前辈一样得到那么棒的成绩，我会加油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 等一下，先不要走，请大家 capture 这个 moment。I do. I do too. Thanks. 今晚回家啊，我等你。我躺在我沙发上，看着我们的照片一张接一张。I don't know since when 的感觉不一样，等每现在放在每分每秒，每个角落，我会不停的探索，寻找完美的恋曲，不慢不慢不靠近。悄悄的悄悄语，我问候你回应，发现你不在这里。 收拾好吧，再掩埋。当我知道你们想要，我的心。